今年圣诞节又冷又下雨的，在外面吹风，还不如拿出你的手机转转神魔之塔啦。话说这款游戏最近在跟 Seven 共同推出活动，只要消费满110元就可以获得江江这个刮刮卡啦，只要刮开就有机会获得500颗魔法石哦，而且先刮先赢，数量有限，大家赶快来刮吧！全球近千万下载量的手机游戏《神魔之塔》现正与 Seven Eleven 合作，在岁末年中推出圣诞好礼，要送给玩家各种《神魔之塔》虚宝，奖项从500粒魔法石到特殊卡牌等不限，只要到 Seven Eleven 消费满110元就可以立即中奖。此外，年底电玩展《神魔之塔》更破天荒租下300个摊位，请来大量 coser 神魔女将，要提供全台玩家最史无前例的震撼体验。虽然你花了1000万租摊位，但是你送的东西可能超过5000万。过去魔兽租30几个摊位，他租300多个摊位，准备要在现场好好回馈所有爱护他们的玩家。现场并会安排多种游戏活动和神魔周边赠礼，还有神魔格斗场的玩家对决活动，有兴趣的玩家们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年度盛事咯。